悟空，悟空，悟空，不是为师狠心咒你，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。来了，大师兄。悟空，大师兄，师父，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，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？不是为师绝情，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，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？哎，师父，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？我发慈悲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？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。是悟空，大师兄，悟空，你醒了。哎呀，猴哥醒了，大师兄。师父，我打死的都是恶人，不打死他们，他们还会害人的。哎，悟空，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，你不该杀他的儿子，断了他的香火呀。师父，你不知道啊，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，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。胡说，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？弟子不敢撒谎，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，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。他即便是个恶人，生死自有天定，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。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？佛祖既然明察，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。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？你杀人不眨眼，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？师父，好了好了，我这里留不住你，你走吧。师父，你又要赶我走？我用不起你，你不怕佛祖，我害怕呢。师父，我走了，你遇见妖精怎么办？妖精吃了我，那是我命中注定，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。师父，啊，哎呀，这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师父，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！他没有善念，我怎么留他？啊，这，哎呀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？大师兄，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，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？沙师弟，我杀强盗保师父，有什么错啊？哎呀，大师兄，你快跟我走！哎呀，大师兄，你师父，你真的要赶我走吗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？一路上，俺老孙降妖除魔，保护师父。别说了。再要不走，我又要念紧箍咒了。别你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就是了。哎呀，大师兄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不能走，你们让他走。大师兄，这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，我也就死了心了。师父，西天路上多多保重。哎，大师兄，哎呀，大师兄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父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弟子知错了，日后当听师父教诲，再不敢行凶杀人了，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。师父，我心已定，你不要再来缠我了。师父，俺是有地方去的，只怕没有俺老孙，你去不得西天，见不到佛祖。哼，驾。师父，师父，哎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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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慢走。哎呀，哎呀，
就这样走。就这样走。让人心儿凉透，凉透。师傅，师傅，悟空，师傅，没有俺老孙，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？喝吧，喝完这碗水，我给你化斋。我就是渴死，也不会喝你的水。哎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只怕没俺老孙。你到不了西天，见不到佛祖。去得去不得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今后你走你的路，我去我的经。好，你去你的经，我走我的路。那老和尚不知好歹，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啊！大王不当徒弟了。哎，别吵别吵。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，我自己去取经去。哎，大王你自己去？对，自己去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？哎，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去，去，OK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过来！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，御前文牒。自别大国以来，今度诸邦，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，二徒弟朱悟能八戒，三徒弟沙悟净和尚。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？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？谁在喧哗？押上来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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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开我这儿，我自己会走。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？哎，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？认得认得，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？啊！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说！大师兄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什么？我的不是？我有什么不是？哼！常言道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，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？哼，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，你倒说我悖逆他。哼，小的们轰出去。
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？大师兄，你不要动怒，确实是师父不对，把你赶走了。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，叫小弟前来，把大师兄请回去。哦，嘿嘿，他叫我回去？哎，我还不想回去呢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大仁大义，不计旧账，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。哼，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。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大师兄，